two, one, two. OK， 好，来，各位同学，来。好，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哈，在过年当中还是要读英文哈。有同学要求说，老师，你新闻英文那两篇文章没有讲，我都看不懂哎。好，那我就特别在放假的时候录给同学看。那同学，既然你有要求，那你就要看了，我没看了哈。天，老天又找你 ，OK 哈，天打雷劈，可以吗？天诛地灭 ，OK， 好不好？谢谢。好，来放假，所以哈，老师今天随便一点运动风，应该不会介意了哈。来上课了哈，各位同学，请你先把 OK 哈，108过了，1月19号。那篇文章，好，我说让你读，他就说老师可是真的看不懂，拜托你讲解一下哈。好啦，我要去讲解，那待会还要再讲一篇，另外一篇，这两篇都给你讲。那19天的那个放假过程当中，请你看一下，好，跳个两天来看一下 ，OK， 来，刚刚新英文，好，刚刚新英文，好，1月19，我放在YouTube频道上面哈。那如果其他的收视者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没有这篇讲义没关系，你就跟着。OK 哈，跟着那个单字这样学就可以了，好吗？来，请翻到1月19号的 news， OK。好，新闻英文，这个在讲那个 iguanas， OK， iguanas 就是那个拉蜥蜴那一种哈。好，来我们看一下，来开始的标题哦， iguanas 可以 reintroduce， RE 底下的，请各位同学加油哈， RE 就是再一次 introduce， OK， so onion， OK 哈， TRNTRUCE introduce 这个字叫做。而且我们以前学这个字叫做介绍，它除了当介绍之外还可以当什么，想去可以当引进，所以 reintroduce 再度引进，好，再度引进来了，谢谢。然后 iguanas reintroduced to， 可是 iguana 应该是被引进的，对不对？所以发现又来了，是不是被引进的 be 动词 iguanas are introduced 它又不见了。我是不是在跟你讲过1000多次了，在新闻英文里面他们被动的 be 动词都很习惯省略，哦，被动的形容词都非常习惯省略，好吗？ OK， 那你要自己看得懂， OK， 好，来 iguana reintroduce 被引进 to， OK， 好，来Galapagos 就是一个歌那个加拉巴， OK， 好，加拉巴群岛 island after 200 years， 200年后，有没有看那张图旁边那个很恶心的那个蜥蜴的东西，对，那很可怕，好，不看文章就好了，很棒了，里面有很多字可以学，好，这篇文章好看，新英文最棒的教材，谢谢。The last person 最后一个人 OK to officially 荧光笔画条线 officially officially 正式笔，官方笔，谢谢。好，最后一个人正是真的有看到 recourse 记录看见 a land iguana 一个陆地上的 iguana on San Diego 在圣地亚哥 island is OK in the Galapagos 在这个加拉巴哥群岛，这个人 was Charles Darwin， 这是个查尔斯达尔文。OK， in 1833， 只是没什么单词，看就好。来看这个 iguana， 在那之后 ，after that the iguanas were erased， 你把那个 were， 这 iguana were e r a s e erased from， OK， 谢谢。片语学起来，这个 erase 我们以前学叫做擦的，所以这个东西 ，hello， 这个叫 eraser， 擦。反差，对不对 ？OK， 橡皮擦 eraser， so were erased from 就是被抹去，被除去 ，OK， 被从哪里被除被抹掉了？后面还有 ，OK， iguanas were erased from the island， 从这个岛消失了，从这个岛绝迹了。我们这种方式讲 ，OK 哈，而且你看到后面加强语气，各位同学把后面这个荧光笔画条线 wipe out。什么是 wipe out？ 我这样写哈 ，wipe something or somebody out。OK， wipe 就是这样子，它的意思是 wipe out 这个字叫抹去，就把谁抹去？我会擦去，我不相信底下的泪水。No， I will wipe my tears， wipe my tears out。OK， 我刚唱歌有听懂吗？500的，好，算了。OK， 好，来往下 ，They were erased from the island， wipe out 合在一起啊，来过一次 wipe out。Wipe out, yeah, wipe out, wipe out, but, 看到 but, 用被动。OK, by 这次荧光笔画条线 invasive. OK, 好，这 invasive 这个叫做侵入的形容词，侵入性的，好，加个性好，侵入性质的。
啊，不是性侵入的哈、啊，是侵入性的，可以吗？哈、啊，它是一个侵入性的 invasive 侵入性，或、哦、你那个入可以改成侵略性的。OK， 那这时候不得不提我要讲这个哈，来，请看那版医学单字 non-invasive， 这叫做没有哈、啊，所以 non-invasive 就是没有侵入，所以我们翻无创，什么叫无创？就不用开口的啦，好、哦、像开刀有的是要开，那如果很小的 ，OK， 好、啊、mineral invasive， 好，对，好吧，好 mineral，minimal，OK， 好 ，mRNA， mineral 是微药的 ，mal 形容词 ，OK， 好 ，minimal。这个字就是这是很小的意思 minimal， 那就是 invasive， 所以是在那个微创的。我里面穿吊嘎不好看，因为我去要健身，所以我会穿背心，显现出我雄厚的肌肉。好，算了，明白。OK， 好了，去了。OK， 我知道你在荧幕前讲，不是肌肉，是肥肉。OK， 希望真的可以在荧幕前讲，希望你们看。OK， 好，来 ，minimal 就是微小的入侵的，所以微创的。那我们通常会叫 SUR surgery。OK， 好，微创的。好，谢谢。OK， 写起来哈，微创的 surgery 就叫做手术哈，所以微创性手术可以吗？那上老师之前不是跟你讲我被电吗？对不对？我去结扎被电吗？那我那个不是微创而已啊，我是什么重创，对不对？啊，两个礼拜不能走路，不过现在还好哈。那很大的那个就叫 MAX， 好的 ，maximal，OK， 好 ，maximal invasive， 重创 ，OK， 好，好了，谢老师这样哈。好了，我们往下走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来再一次哦 ，After 这边之后 ，Iguanas were erased from，Iguana 就被怎样抹去抹除了。OK， 好 ，erased from the island， OK， wiped out by invasive， 它被什么 ？OK， 好，它被抹去了，被入侵的侵入性、侵略性很强的东西抹去，被什么侵略性很强的东西？这同学，好来，predator，OK，、okay, 好 ，predator 这个字荧光笔画条线 ，OK， 好 ，predator 这叫做肉食动物或者掠食动物，就是说它是会捕猎食物的。OK， predator， OK， 掠食动物、肉食动物、捕猎食物的。来跟哈 ，feral pack， feral pack 这个字哈 ，feral feral pack 这个字哈 ，feral 这个叫野生的，所以这两个字就叫做野猪、山猪啊，知道吗？哈 ，feral pack 这叫做野猪。那我要讲一个哈，各位同学打星星，今年流行的单字，谢谢，非洲。猪瘟啊，到大陆不是有吗？对不对？哈、啊，好像有进来台湾。非洲猪瘟英文，谢谢。非洲你会吗 ？African， 对 ，A F R F C A N， 非洲的 African。然后猪瘟不是 pig 啊，用这个啊，是 why？ OK 哈，瘟啊 ，fever。你用 flu 就是流行病。好 ，fever， OK， 好 ，pig， 不要用 pig， 等一下学你要用的是 swine fever， thank you， 好，谢谢。所以各位同学，非洲猪瘟顺便学一下好吗 ？African swine fever， 好 ，flu 就是那个流行性感冒。好，第一种不报告病，这样可以吗？好，那边问 ，but now， 但现在呢？哈 ，184 years。OK， 好，184年之后 ，years later， laser 这个是底下的，现在可以哦，好吗？对，同学 ，laser 就是这个篇文章的关键，什么叫 laser？ OK， 我们也都会哈 ，OK， L I C E R D laser 就叫做蜥蜴，对不对？什么蜥蜴？小老二嘛，蜥蜴啊。大老二呢？南韩，漂亮，厉害。OK， 外老二呢？螃蟹，哇塞，这般都高手。OK， 好。But now 184 years later, the lizards and seniors have met a return, 重回了 ,OK, met a return, 重回了 ,thanks to, 跟同学啦，荧光笔画条线，这不考要考什么 ,OK, 好 ,thanks to, 叫做多亏，继续新学文法加名词，因为它是介系词 ,preposition,OK, 加名词或者是动名词 ,OK, 这番多亏了，幸好 ,OK, 好，多亏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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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
那如果它也可以当鱿鱼 ，OK 哈，鱿鱼不是那个吃的鱿鱼哈，那鱿鱼就等于 on to， 谢谢 ，do to， 好，啊，我不写啊。OK, in the virtual of by virtue is because of on account of, 那个我就不写 as a result of, 因为 of 好多，好吧，谢谢 ，OK， 来吧，谢谢 ，Thanks to 多亏了 ，OK 哈 ，initiative，OK 哈 ，initiative， 所以 initiative 当形容词叫做初步的 ，OK initiative， 但是你看没有 an initiative by， 所以这边就不是当形容词，而是你写的共享 initiative， 就不要念 tell， 就念 she initiative。OK 哈 ，initiative， 照理说这个字当形容词 ，TRD， 对不对？所以这个字形容词，这个字叫初步的、一开始的。好，像大陆啊，对不对？哈，大陆那个时候叫邓小平还是谁？哈，是说先让部分的人富起来，富就是有钱起来。他也知道共产主义将把一定要产资本主义，所以先让初步，所以他们一开始叫 initiative， 初步的。prosperous， OK 哈 ，prosper 那个是形容词哦 ，prosperity， 好，好 ，prosperity 这个字叫做繁荣，所以一开始初步的繁荣 ，initiative prosperity，OK，、okay? 好，那台湾现在不是 prosperity 了哈，台湾已经是那个了哈，已经经济大萧条了 ，OK， 来，不管了 ，OK， 不谈政治 ，Thanks for an initiative。OK， 好，你写的 prosperity， 好不好？来，初步了。可是你看这边写的 an initiative， OK， 同学 ，an initiative， 照理说这边应该叫做名词，因为形容词我们叫名词，没有了，后面就直接把，所以这个可以当名词。所以当形容词当初步的以外 ，initiative 可以当形容词，好吗 ？OK， 然后当名词写上去，这叫一个。主动的，它如果是主动、积极主动的行动，好，积极主动的行动，或者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计划，可以吗 ？An initiative， 好，加油喽！哈，见字拆字 ，OK， 你一定会哈。我一把看起来，你会发现，哎，一开始计划，初步的计划，谢谢你哈。Initiative， get up by a Galapagos， Galapagos。National 就是 OK 好，哥拉 OK 加拉哥巴都不好念，哥拉英文比较好念，中文不好念哈。Galapagos OK National 加拉哥巴国家公园 OK 好 National Park 荧光笔画到现在这个字 authority authority 有关当局。啊，这个单当作有关当局和国家公园当局说的，好吧？起来，好，我们就往下看喽。好，第二段呢，第二次，第二行 ，more than 1,400 iguana， 超过1400只的陆地上的这个 iguana， 这个蜥蜴呢 ，were tracked and found 被抓，哎，这 be 动词出现了啊 ，were tracked and found 是从哪里抓过来的 ？OK， neighboring 荧光笔 ，neighboring 叫做 n e i g h b o r， neighbor 邻居。叫 ng 形容词 neighboring 附近的，谢谢。好，这个翻附近的 neighboring， 谢谢附近的 North Seymour， OK， 好，这附近的一个什么？好，西摩岛了，然后这 Seymour， OK， Lane Island， Thank you， and release， release 这个字叫释放， OK， 好， R E L E A S， 因为哈，现在看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讲义，好像我们班的人一定有讲义。但是没有讲义没关系，我今天写上去，我留意一下。OK， our immigration on San Diego Island 被释放，他们被释放了哈，释放在那圣地亚哥群岛。Between January 3 and 4， 在1月3号、4号，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放的。OK， 不久，对不对？今天我们是2月2号吧？啊，我是2月2号星期六录的。你看，人家放假，你们都放假，老师上班，我们知道，因为同学要求，我们就做。好，同学要求，我们就做。你们看不懂吗？你要帮他啊。对不对？他都看不懂啊！你要说叫你自己看，你是烂老师嘛，对不对？啊，我们课堂上是没有时间讲，当然录影了，真的多亏现在科技方便，所以我们可以录影。那你就记得要看了、啊，那些要求同学你没看了，眼睛瞎掉，然后烂掉。OK， 我再看。OK， 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第三段的。你有这些 iguanas 的，就是新的这个
的拉西呢，名称系也不需要害怕。各位同学，明年荧光笔发来信，这不一定卡。NEED， 各位同学，这个字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助动词，可以吗？尤其是跟否定连用的时候。各位同学加油，谢谢。来，什么叫做当动词？当动词我们叫 you don't need to go， 所以你不需要去这边。当动词的时候加不定词。如果当助动词，如果它发否定的时候当助动词 ，you need 加原形动词，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同学，我直接写入去，你没起啦，你没起啊，你没起，老师你不用录啦 ，OK， 我们都不会看的啦，你不用录，不用录，不看字片，因为要学习，我都要上班了，对不对 ？You don't， OK， D-O-N， you don't need， OK， 好，这是否定的助动词，动词原形，再加动词，原则则 ，you don't need to go， 你不需要去，后面加的是不定词。那你也可以把等于与 NEED 直接当作助动词 you need it， 既然是助动词 you need it， 后面加原形动词 you need it to go， 好，是吧？所以你看他今天直接加助动词 thank you， OK， 好，来，所以这迷光的 need and fear， 新的这些 C 不需要害怕。They are all our nemesis 这个字，他们的老朋友，对不对？老朋友是 all friend， OK 哈，老朋友是 all friend， 谢谢。啊，这个是什么？哇，是老师没对过，有啦。Enemy 跟他是不是很像 ？Enemy 是不是敌人？所以各位同学，来，写。OK， 好，写一写他们的老，那个是 enemy。写错了 ，NEMESIS， OK 哈，写起来，好，把它写起来。如果没有叫 nemesis， 那 n 等于 nemesis， 这个字叫做前面加个老比较好哈，因为这是希腊文学单字，它是希腊的复仇神。OK 好 ，nemesis 就是希腊的复仇神，但是我们不会翻希腊复仇神，前面加 old， 通常习惯是 old nemesis。这叫做不要翻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能写简字，对不对？我们要有台湾的精神，死对头，不要再写简字。OK， 死对头。All Nemesis， Nemesis 就是希腊神的那个复仇者，好吗 ？OK， 往下 ，The last feral， 最后一只野生的 pig 猪。OK， 哇塞，哇，这个字很可怕哈 ，Eradicate。Eradicate 这个字用黄笔写 ，OK 哈 ，eradicate 好 ，eradicate 动词，这个字我喜欢这样叫，这个字叫连根，然后你怎样拔起，啊，把根都拔起来 ，eradicate 连根拔起，好可怕，那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啊，我要怎样把你们国民党、民进党。还有什么其他我的没有党铲除，通通加入我共产党，是吧？飞弹飞过来 ，OK， 把脚是不跳出来？哎呀，很好骂到脏话，然后有种就来打 ，OK 哈 ，OK，Invade 他真的很有种 ，OK 哈，不要那么壮，应该来铲除，可以吗？好了，再学次同义词，约等于不是完全一样，铲除就是拿掉 ，OK， 好吧，学一下 ，exterminate。OK 哈，来 exterminate， OK 哈 exterminate， OK 想一个 exterminate， 这个是要铲，就是拿掉的意思。片语的话大概就是这样，我要把这个东西给除掉 ，get rid of， OK 哈 exterminate， OK 哈 exterminate， OK E S T exterminate， exterminate 和 eradicate。Get rid of. Thank you so much. OK， 好的，大家学起来。OK， 他说他这个野生的猪呢，叫 feral。OK， 哈 ，feral pig was eradicated 林根拔起铲除 on San Diego Island in 2000 as part of the Galapagos。OK， 哈，他说成为呢哈这个哥加拉巴这个中文叫做加，慢慢想。Galapagos 加拉巴哥，我不知道大陆怎么翻，台湾翻这样哈，加拉巴哥。OK 哈，来谢谢 ，conservation， 这个是它是名词，我先从动词开始加哈 ，conserve， conserve， 刚刚学，什么是 conserve？ 保存，量的保存，谢谢，好，把量的留下来，所以这里可以翻保存，也可以翻预，量不够了嘛。
所以又可以当保育，可以吗？好，所以这边呢、哦，它就是名词 conservative， OK 好 ，conservative， VAN conservancy， 这个是它名词，保育，谢谢。Conservancy project is effort， OK， 他说伊莎贝尔保育计划的一个部分， OK， and then the island was proclaimed， 但是这个岛它又怎么样？各位同学，这个岛又 proclaim， 这个字我喜欢哦。好，谢谢，大家想想 ，proclaim， OK， claim 这个字要宣称讲 ，proclaim 这个字就是宣称，大家我先讲这个字就叫做宣布。正式的宣布，宣布我们学过一个字，比较是我们小时不是是一般学过叫 announce， A N N O U N C E， 还有我澄清 C L declare C L A R E， 这个字叫澄清，我要说明白都可以哈。来 ，so proclaim， thank you， announce， thank you， declare， good job， OK， 好，谢谢 official 正式的，刚刚有讲 officially。在第一段好，正式最后一个看到 Iguana 这个人 OK， 正式的宣称 OK proclaimed officially pig free 没有野猪了 in 2004 2004年，对，感谢你，我们来看第三段 on Twitter OK 好，在推特上面，推特知道啊，推特就是川普的最爱，对不对啊，老美不用 FB 啊，台湾人超爱用 FB， 不过我最近用那个 Instagram， 就是你们常讲的 IG 啊，但是不要讲 IG 啊，IG 是台湾人听得懂啊，哦，他们都说 Instagram， 那你真的要讲 IG 也 OK， 就像 Facebook 我们都讲 FB， 对不对啊 ？App 我们都讲 APP， 那语言变了，我现在接受了，反正到哪里我去，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尾牙的时候大家都在讲 APP， 啊，那些人就是数学权威、生物权威 ，OK 国文权威，然后我跳过去讲，哎，干北七讲 APP， 没有人讲 APP 就讲 App， 哇，死了，谁跟你讲 App？ 所以台湾大家都讲 APP。怎么办？讲一讲不赢他们，算了，对吧 ？OK， 好，我们接着默默的，好，那就一起吧。对啊，真是权威都没有。谢谢。Proclaims officially pig free in 2004. On Twitter, Glacier's National Park Director 这边的圈起来哈，来 D I R E C T O R， 这是我们刚讲的要导演。在补习班，这个就当主任，对啊。Director， 然后这个是国家公园的主任，哈 ，George Kine， 这个人叫是 Code Love， OK 哈。Reintroduction， 称这个重新引进 of Iguana Squared News for， 它是一个大新闻，他称它为大新闻，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新闻，可以吗？在推特上引进，哈，称为对 ，OK 加拉巴布 ，OK 哈，加卡拉拉。Pagos， 好 ，Galapagos， 英文比较好念，所以我们念不出来。Terrence for， 可以说 Equado， 其实你看到他推的话是加这个 ，OK 哈 ，OK，Equado 就是厄瓜多啦，哈，这是一个国家，不用背，没关系了 ，Anyway， 谢谢不理他。According to， 谢谢往下 ，A C C O R D， 啊，你去加油喽，看讲义哦。According to， 根据，等于这个是叫 Bas on， 谢谢，基于 B A S E D Bas on， 老师。鲫鱼啊，你哪会知影？你过年啊，我阿公阿妈拜拜爱用鲫鱼，鲫鱼头壳搞一坑啊，是这个鸡嘛 ？OK， 那鲫鱼什么？因为 base 叫做基础、基本 ，basement 叫做地下室。OK， 哈，来，谢谢。所以 base on 叫鲫鱼 ，according to 叫做根据，两个意思是极像的，好吗？谢谢大家学起来，感谢您，就往下走。Okay, right, so on Twitter's Galapagos Nationa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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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完了 okay, according to the Galapagos, okay, 好，根据那个哈，这个国家啊 ,conservation, okay, conservation trust, conservation 就是保育 okay, 那 trust 就是信任的当成它的保育基金会，可以吗？ And land iguana population, okay, and land, 土地上的 iguana, 就是那个蜥蜴的 population, 这个字就叫做同学哈，人口，可以吗？但是如果我们讲的是那个动物的话就是那个的数量，好吗 ？Of the OK 是 archipelago 这个字荧光笔，可是你考过 archipelago， 谢谢。OK A R R C H 是 fuck OK 哈 A R C H archipelago 用发音来背啊，你看我也是很少 archipelago 啊 archipelago archipelago 发出来吧啊，不要这样画，这样看不懂。Go 群岛 ，Archipelago 群岛，起来 ，OK，OK，、okay. okay,
保罗就是在寻找，感谢你，谢谢那个 Bible suffer， suffer 就是荧光笔。我们已经学过 suffer， suffer， 它分两种 suffer， suffer from， 为东西什么时候加受词，什么时候还要加 from， 不一样的意思啦。如果 suffer 就是经历，我经历到什么 ？OK 好，或者是受到点点点。可以吗？可是如果你加 from， 那一定后面加的是痛苦，哦，深受点点点的苦，病痛啊，哦，写病痛，哦，他一定是受到什么的受苦，以及那个受苦受难啊 ，OK 哈，哦，受苦 suffer from， 就是 suffer from， 如果是受苦的痛苦了，啊，苦痛到底是什么 ？suffer from，OK，okay， 应该是这，就是苦或者是病，患病生病了。所以 suffer from 痛苦，比如说这样讲，哎，穷苦不苦，苦 poverty， p o v e r t y， 穷是名词，这是很苦的。So suffer from poverty， 啊，病呢？还，我如果这样，比如说你们要生什么病？你们喜欢生什么病？我也不知道生什么病。妈，生什么病 ？Heart attack， 心脏病，可以 ，S E A R T。E-A-R heart attack A-T-T 或者呢 heart attack 或者呢心脏病，还有呢 high blood heart blood press P-R-E-S-S-O-N-O 高血压，好，深受这病之苦，好，高血压，对吗？ high pressure 这些都可以，好吧，就这样了，好，赶快 OK pressure P-R-E-S-S-U-R 真是 pressure 哈，E-R-E 好，速度快，赶快放假了哈，来赶快把它写起来，我们去往下看。Thank you so much. OK， 好，没问题的，可以的。OK， 好，来，咱们去往下走。Thank you. So according to， 来根据 the Galapagos conservation trust of 11 iguana population of the archipelago， archipelago 群岛 suffer a significant。受到什么？是给你们巨大的、重大的。这个不要给我念成 significant 哦。好 ，S I， 你看啊，那同学会这样 ，significant， 他这样念了 ，sign 签名。如果我可以，不是这样念，这是错的，是 significant， 要这样念才对。来，关键是 significant。重大的，意义深远的 ，OK， 它收到一个很重大的这块，很大的这块减少。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a species like cat， 这样一个，这是引进了像猫这样的物种 ，species 这个字叫物种，那个 s 原本就在哦，好不好 ？Like cats, rats, okay, and dogs， 像猫、老鼠等等 ，as well in zombie， 同学 ，as well as 就是 and 啊，只是 and 我们叫汉，对不对？As well as 中文我们就翻以及，那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好吧 ？OK， now as well as OK， so predatory 就是猎食性的 predatory。OK， 我们是不是在上面有第一段？有没有看到第一段第四行 ？predator 猎食动物，猎食知道吗？去捕猎的猎食动物 predatory。好了，回到这里来哈，翻猎食性的 OK， 好 ，feral pig 野猪，好，那这当然就会减少了。OK， 好了，我们往下看啊 ，this species 这些物种呢？Prey on 荧光笔换到破为止。同学 ，P R E Y 这个字我们今天学叫什么 ？Prey， 这个字叫猎物，对不对？这准备要被吃掉了。但是如果加了 on， 如果加了 on， 这边弄死哦，猎捕，就反过来，它是要去吃人哦，猎捕。好，谢谢，感谢你。接下来，猎捕 ，OK，point on， 它猎捕呢，幺二一光呢是捏小的那个一光呢。